您现在收看的是音乐告诉你栏目。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音乐告诉你。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著名旅美女高音歌唱家张丽。张丽你好。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做客我们节目。谢谢。远的不说，说近的，说一说今年我们在国家大剧院成功举办的个人演唱会，同时呢，还在这个国家大剧院成功的开办了这个大师班的讲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过程？怎么样想到在国家大剧院来举办个人的演唱会呢？我呢，又非常的幸运，是因为我这几年呢，在美国呢，不断做出的努力和成绩，然后国家大剧院的艺术教育部，刚好他们呢也要做，做这个艺术普及的这个工作，所以呢，他们呢也知道我在一直在做中美文化交流，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就把我邀请回来参加他们这个活动的第一期。我呢就很幸运，就是他们这个公益性的艺术普及教育的首场的这个个人的中国歌唱家的个人独唱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命名叫做《祖国，我为你尽情歌唱》。我注意到这首歌曲这个主题歌哈，这个演唱会的主题歌啊，这首歌曲的这个作词是你本人。是，嗯，因为祖国，我为你尽情歌唱，是你表达自己内心对祖国的热爱。因为我这么多年往返于中美两国之间，从1999年到现在哈，不知道几十次了，说不清楚了。我一直在做文化交流嘛，嗯，所以我有感而生的，尤其是我2000年的时候。我和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开车就去了，旧金山那个金门大桥上面那个小山坡，我们就坐在上面。10月份的那个太舒服了，我也是唯一一个沙金，我就坐在那山坡上，很感慨，看着金门大桥，看着海湾那么漂亮，一股风一吹来，把我围巾一飘着，哎呀，我感觉好舒服啊！就是微风在抚摸着我的皮肤，那感觉一下有创作的冲动了。所以你看，我有一句歌词，我说，我的歌声在圣弗朗西斯的微风中荡漾，我就在那坐在小山坡，一个人在那哼嘛，嗯，就是那个那一瞬间那个创作的冲动灵感出来了，所以然后慢慢我就把这首歌词，当我回国以后就把它完成了。词也很贴切哈，就是当时那个心情。对，他因为就有这么个经历，然后我又不断在美国的唱，不断的鲜花掌声光环都向我走来，你看我得的很多奖都是在美国得的，所以我就想呢，可是你再得那么多的奖，但我的根还在中国呀，我还是眷恋我的国家呀，所以我还是应该把我的歌声要唱回来才行啊，嗯，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
是在上海歌剧院排《雷雨》期间的2002年，我住在上海歌剧院嘛，那会儿和朱兰珍先生认识的，我们经常交流，在家沟通，很谈得来，所以我就请他帮我写了，我说了我的要求，要有花腔，要圆舞曲，要充分体现一个赤子就是海归派的那种心情，而且是学艺术的海归派还不一样，本身就是我们国家目前为止海归派的作品很少，所以我想可能不仅唱我了，而且唱了一代海归派的心声，对祖国这种眷恋。你看现在很多人都回来了，都在各大音乐学院供职当老师，都把他们在国外学到的知识教给我们的中国学生，这不是很好吗？就一个代表性。所以最后一首歌就唱了这首歌，但我都王老师王明瑞老师就说，就是张丽啊，你真是胆儿挺大的，人一般独唱音乐会的特点是把最困难的曲目前面唱完了，前半场下半场唱的轻松的热闹的，他说你把这最困难的一首歌放在最后一首来唱真要命哈，因为最后一个高音是这样，在声害岁，声害比害岁高半个音嘛，还拖那么长，所以一拖那首歌唱到最后那个音还没唱完，观众就欢迎起来了。现在收看的是音乐告诉你栏目。9月14号是正是在我们国家残奥会期间，嗯，所以我就专门安排了，精心的安排了一首，还是要跟奥运会贴近一点，虽然是尾声了，而我做一个游子回来，我还是要唱唱我们国家奥运会，为奥运会助兴哈。因为我们的奥运会，你知道，8月8号开幕式一在美国一播出了以后呢，哎呦，好多美国人呢，就我的那些朋友都说，呀，都说，就说你们的奥林匹克真好，就说 We proud of for China。他的话的意思就是，我们看了你们奥运会开幕式，我们为中国感到骄傲，这是美国人讲的。嗯，所以我也觉得我干嘛不唱奥运会了，我就唱了。刚好我手里有这首作品，是我们的那个外交诗人李兆新先生他写的词。嗯，然后天津杨村中学的一个音乐老师，很不知名的老师叫李宝春写的做的曲。我就和我四个学生一块站起来一块的唱。就以这个奥林匹克之光，大家圆圆满满地结束了这个音乐会，所以音乐会就开得相当的成功。蓝天一样宽广，我的家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音乐告诉你。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著名旅美女高音歌唱家张丽。张丽你好。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做客我们节目。谢谢。这一次呢，听说你是专程从美国飞来录制我们节目，所以我们特别欢迎你。是的，应该的，因为我非常感谢中央电视台能给我这个机会和广大的观众交上非常好的朋友。吃辣椒长大的地地道道的川妹子，那13岁呢就进入这个川剧团去演唱哈，去表演。19岁的时候进入四川音乐学院，那给大家讲讲你从小是怎么喜爱唱歌的？因为我从3岁就在我们幼儿园开始独唱，因为从小就喜欢唱歌，就喜欢表演，啊，嗓子也比较好，但不像现在这样嗓子比较沙哑。那么就是一从幼儿园唱到这个13岁，然后那个。就考入了四川省曲艺团，做地方戏曲的演员。当然，我非常感谢这个由曲艺团这段经历，给了我一种非常好的戏曲功底，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这个声台形表的这个戏曲表演，对我们后来的唱歌是有很大的帮助，包括身段都有帮助。因为通常我们学声乐的，非常注重声乐发声，但是有点忽略了这个。身段啦，表演、手眼身发步，嗯，或者是对这个吐字的这些不是讲究的，没有像戏曲的演员讲究那么多、嗯，所以我有这个功底，我非常感谢我们中国的戏曲，嗯、给我打了这个小他们叫做童子功，啊，童子功没错，对，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喜欢唱歌，家里比较支持，家里很有意思，那会儿家里穷，就是不能。给我秦老师教我、嗯、也不会认五线谱、嗯、所以那就是我父母亲就花了他们一个月的工资30多块钱吧、嗯、给我买了一个那会儿叫红旗牌的半导体收音机，就听收音机里面唱什么我跟着学什么。你就是在幼儿园期间就在小朋友当中比较出众，老师就看出来你很爱唱歌。对，每次都是我是单纲独唱啊，从小就是首席女高音。是，从小就是没错。